上有一位从亘古到永远的那一位，主宰着这一切。
去的人带走活着的人的故事，而活着的人又在重复着死去之人的历史悲剧。人类不禁要问，我们为什么活着，又为什么要死去。是谁掌管着这个人类？难道真的是大自然的造化吗？人类真能掌握自己的命吗？是谁这个世界？又是谁创造了这个人类？难道真的是大自然的造化吗？人类真光，珠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天上要有光体，水有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是初，我是终。他是人类从未目睹过的那一位，是人类从来就不曾相识地上是你那一位，是人类从来就不相信存在的那一位。当他前世穿越人类祖先栖息给人类生命的那一位，是空气滋养人类生存的那一位，是带领人类走到今天的那一位，更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那一位。中的万物生灵，
车司机调节着风霜雪雨的转换，他掌管着四季，调节着风霜雪雨的转换，风霜雪雨的转换，风霜雪雨。神创造了天地万物，一个生机勃勃的新世界诞生了。
都尽善尽美，彰显着神的智慧、美善和全能。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又亲手造了亚当与夏娃，并将自己的生命之气赐予他们。耶和华神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里，告诉他们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然而，亚当夏娃并没有听从神的嘱咐，他们接受了撒旦的引诱，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从此，人类便活在罪中，越来越败坏，邪恶堕落到了极处，甚至到了与神为敌、不容许神存在的地步。因此，神定义要用洪水灭掉这个人类。这一天，耶和华神临到挪亚。挪亚，挪亚。我的神，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Thank you.
水过后，地上凡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和那些与他们同在方舟里的各类活物存活了下来。他们得以在地上继续繁衍生息，直到现在，并且神与他们立约，再不用洪水灭世。如今人所看到的彩虹，便是神与人立约的凭据。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座大城充满邪恶，淫乱成性，杀戮横行，纸醉金迷。到了与神叫嚣对抗的地步，触怒了神的性情。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当使者把罗德及其家人带出城后，燃烧的硫磺火从天而降，熊熊的火光照亮天域。快，快走，快走！快走！我的房子，快走！你也看到了，你还有房子？我不怕，让我再看一眼，让我再看一眼！在神的烈怒之中。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因饥荒逃到埃及寄居，埃及人对以色列人的壮大十分忧虑恐慌，就奴役苦待他们。以色列人不堪忍受折磨，切切地向神呼求，神垂听了他们的祷告，定义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便呼召摩西。摩西，现在
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带着神的旨意去见了埃及法老，可法老根本不同意释放以色列人，直到神给埃及降下十灾，顽固的法老王才不得不妥协。在神的引领下，以色列人终于离开了埃及。你举手向海伸掌，把水分开。脱离了埃及的追兵，摩西继续带领以色列人向南而行，来到了西乃山。耶和华神带着荣耀降在西乃山上，通过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诫命。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所谓无处不在，他的能力
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神颁布了有关诫命、教导、禁令、律例等各类戒律，经后人整理共613条，以此来教导小谕人类如何敬拜神，如何在地上生活。这些诫命与律法是最早的教导人类如何生存，规范人类行为，衡量人类道德标准的各项细则，也是最早的衡量人类行为有罪或者无罪的依据与准则。同时，这些诫命与律法为后世人类宪法的制定提供了线索和标准，也为后世人类法律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基础。如今的许多法律条文和司法概念都深受律法影响，比如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盗窃罪、诽谤罪、贪污罪等的制定都源于实践。耶和华神颁布给以色列民的诫命与律法，不仅对人类的法律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人类社会的道德文明和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住在这万物，这一世一世。历经几百年律法约束的以色列人，最终还是不能守住律法。他们在不断地违背律法的教导，人人都面临被律法定罪、处死的危险。同时，他们还屡遭异族掳掠，饱受战乱与被压迫之苦。以色列人便迫切祷告呼求神，他们得到了一个应许，一个意味着以色列人可以得到永久的赎罪祭，而不再被律法定罪与处死的应许，一个从此能改变以色列人生存境遇与命运的应许。于是，耶和华神借先知告知以色列人，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公元元年，在犹太地伯利恒一家客店的马槽里，一个男婴降生了。从东方来的三个博士，循着一颗从未有过的明星的指引，来到了男婴降生地。他们俯身下拜，这个男婴就是神应许带领救赎以色列人走出律法的那一婴孩。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耶稣基督的到来，结束了以色列民被罪奴役的生活。他们不再面临因守不住律法而被定罪或被处死的危险境地。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多玛，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我的主，我的神。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因着主耶稣的赎罪祭，他们的罪得以赦免，他们的生存环境得到了彻底的改变。由此，以色列民不再活在律法之下，而是活在主耶稣所带来的赎罪祭的庇佑之下。这就意味着以色列民彻底摆脱了律法的束缚，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以色列民因着悔改，因着主丰富的恩典而罪得赦免，同时还享有主耶稣所赐给的应许。这是一个充满主的怜悯、慈爱、宽容、祝福、包容、忍耐的时代。因此，我们称这个新的时代为恩典时代。人类只要接受了主耶稣为救主，便可
罪得赦免，便可享受从神而来的丰富的恩典与祝福。这些恩典不但拉近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将被罪奴役的人类解救出来，这让人类不再因着有罪而远离神的面，而是因着神的赎罪祭，罪得以赦免。因着神丰富的恩典，能随时随地地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主耶稣的到来，不仅结束了一个被律法束缚的旧的时代，将人类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同时也改善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将神在人中间的经营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开端，新的起点。70年，即主耶稣复活升天37年后，罗马大军攻陷耶路撒冷。此后，犹太人被纷纷逐出以色列地，流亡到世界各国。虽然犹太人失去了家园，但他们却将封闭在犹太地的主耶稣的天国福音带了出来，传播到了世界各国各方。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他活过来了，活过来了，真活过来了。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求主怜悯我，我的腿好了，我站起来了。主啊，求你怜悯你的孩子。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神的智慧高过诸天，神的作为奇妙难测。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力、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因为国度、权力、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因为国度。公元前27年，
古罗马进入帝国时代，随之逐渐强盛，成为横跨欧亚非、称霸地中海的庞大帝国，统治着当时世界约五分之一的人口。罗马帝国攻占耶路撒冷，驱赶犹太人出以色列地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传播开来。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将基督教合法化。多年之后，基督教又被列为罗马帝国国教。这一事实的形成，推动了基督教在欧亚非全地以及在全人类中的传播扩展，奠定了基督教在欧亚非统治阶层和民间的根基，当然也影响了整个欧亚非人的生活、信仰、思想、道德、社会风气等众多方面。同时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统治者的思想理念与政治生涯。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广泛传播与影响力的扩大，引起了罗马统治者们的极度恐慌。他们极度害怕与仇视基督教，为了避免基督教取代他们的统治地位，他们便疯狂迫害基督教，并屠杀了大批基督徒。罗马帝国带来了天灾、内乱、异族侵略以及多次大规模的瘟疫。瘟疫反复爆发，短则数十年，长则百余年，使得罗马帝国的人口锐减，曾经强大的古罗马帝国走向衰退。1453年，古罗马国内秩序混乱，奥斯曼帝国乘势攻陷了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的辉煌历史从此终结。
这个历经了15个世纪的恢弘帝国，就这样迎来了他的末日，在神的烈怒之中逝去了。古罗马帝国为着基督教的传播而兴起立国，为着定基督教为国教而迎来了他的鼎盛时期，又因迫害基督徒而遭致毁灭。虽然古罗马帝国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所担负的使命与它的产生和存在对后人的影响是永远抹煞不掉的。它为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做了坚强的后盾，也为传播基督教思想并使其深入人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古罗马的兴盛已成为过去，但基督教对人类的影响并没有结束，它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引导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它如一颗充满生命力的种子，深深地扎在了人的心里。它不但解放了人的思想，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也为人类在各行各业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方向与灵感，进而使欧洲的文艺、文化与科学等诸多方面达到了空前的昌盛繁荣。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促成了权力法案的通过，确立了议会高于王权的原则，并促成了君主立宪制的建立。随之，英国成了第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开辟了人类废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时代。随着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建立，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也纷纷效仿，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并相继推翻了本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制定了各自的宪法，确立了各自的君主立宪制。新航路开辟后，英国工商业大大繁荣，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引发了资源的大量需求。因此，英国在拓展对外贸易的同时，逐步扩大了殖民掠夺与殖民地的扩张。随之，欧洲、非洲、亚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南极洲和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南冰洋、北冰洋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都相继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截至20世纪初期，英国征服了地球上1/4的疆域及其土地上的民众。在英国殖民扩张的同时，也将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宗教、教育、医疗等诸多方面先进的知识及思想观念带入了各个殖民地，摧毁了殖民地国家旧的统治秩序，打破了原来封闭的封建统治思想，为各殖民地不自觉地走上宪政民主道路奠定了基础，为僵化、停滞、封闭和落后的各殖民国的社会现状带来了转机，注入了新鲜血液，为推动各殖民地在各领域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站住，救救我的家人。19世纪70年代，随着工业化在全球的推广、普及、发展，与封建专制制度在各国的废除，英国逐渐失去了独霸全球工业的地位。两次世界大战后，英属殖民地纷纷独立，英国走向衰落，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16世纪中后期，英国教会兴起一班人，他们反对神职人员的专横，反对教会中的形式主义，追求纯正的教义、敬虔的生活和圣洁教会、自由国家。他们被称为清教徒。1604年，所有的清教徒被英国王室告知，必须归任国家教会，服从英国主教，否则将被驱离，甚至处死。由此，清教徒被迫离开欧洲，迁往北美洲。随后，大批的清教徒也相继来到北美洲。这些清教徒或来自牛津大学，或是来自剑桥大学，他们的学识普遍高于当时欧洲的学识水平。他们倡导自治、平等、民主的理念与上帝的教导，并将这些注入了之后的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之中。
没有这些清教徒，就没有美国的诞生，就没有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的确立。所以，清教徒不但是美国建国的基石，更是使美国强大的先驱。1776年7月4日，随着美国独立宣言的通过，一个独立的新兴的多民族国家在北美诞生了，它就是今天的美国。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曾说，各国民族都应承认全能上帝的眷顾，顺服他的旨意，感谢他的恩惠，并谦卑地祈求他的庇佑和恩待。美国南北战争后，经济迅猛发展，于1894年成了工业生产总值居世界之首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进了美国的经济繁荣。战后，美国由欠资60亿美元的债务国，成为贷资100多亿美元的债权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军事实力得到扩充，在全球建立的军事基地曾多达5000多个。
几乎遍及世界各地。因而，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从军事实力上来讲，美国已然成为世界上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这就确立了美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基于美国建国之初所秉承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建国纲领，美国义不容辞地扮演着世界警察这一角色。所以，美国不断地干预、干涉着世界局势，有效地遏制独裁势力的扩张，并大量保护了因宗教或政治原因而遭受迫害的各阶层的群体，同时也强有力地遏制了各种邪恶势力的蔓延，削弱了邪恶势力对人类的危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起到了稳定世界局势、制衡世界格局的重要作用，为维护和稳固世界局势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站住！